他们这个口味是越来越重了，说实话。越来越重了，我都觉得这种我都不敢发朋友圈的，你们就来句就这。你们的口味是越来越重了，兄弟们，讲道理。你那个尾巴是怎么装上去的？是怎么装的？是啊？正常装的，正常装的，还没有开过我，我还没开过。你开过啥呀？就正常，就是正常贴到裙子上啊。哦，可以。你还会玩结啊？有点东西啊！你都拿这个了，我就练英雄啊！我不会玩结。哦，你不会玩啊？那我随你吧。嗯。偷钱？你结的话可以带偷钱的，好吗？什么偷钱？新符文偷钱。嗯。看看啊，新符。带无情猎手吧。会点啊。感觉终极猎人的话没什么意义，讲道理，偷钱不会点。我是无情猎手，不会，我都是系统给我弄的。那就系统吧，也一样的，你啥符文都一样，反正别送就行。尾巴是挂件还是插件啊？是挂件。兄弟们，别聊得太深入了，聊太深入这谁也顶得住啊？这词汇量。真是博大精深呐、啊！你们很懂啊，你真的是博的又大精又很深。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，你真的是让我大吃一惊了，你江大力。这谁顶得住啊？这是人说的话，这是。哎。现在的小年轻啊，真的是怎么说呢，讲道理，年代不同了呀。这如果被你的父母听到了、就是、你不社死啊？啊，没有，我家里看我直播的呀。啊，那你家也太开放了，讲道理。不开放啊，那也支持工作嘛，这我们说的就是他们想听的，我这言不由衷啊。哦，给你们看的都是你们想看的，你们发一个就这，我社死。可以，社死太久了。对面是什么呀？对面中路是什么呀？对面中路是刀妹。剑孙打野，我觉得我可以直接抓人，三级直接抓人。我就不刷野了，这把来一个抓人流。哎，一级团呀，我偷钱呢，这带了偷钱符文不偷钱浪费了呀。这是干啥？怎么都学送塔呢？这干啥呀？闪现 Q 啊，偷钱呢！我靠，光辉偷了5块钱。这光辉不果断。全军出击。AV 画质咋了？我画质动都没动，兄弟们，为什么会 AV 画质啊？我啥也没干呢。大家重新刷新一下，或者换个线路就好了。喂，去！宝妹中单没遇到过呀，不废呀。我来了，他没有闪现是吧？他死了。对，他啥都没有了，他啥都没有。哎，可以。屌不屌？你他妈那个巴子！脚炸了。好了，画质好了，应该是斗鱼的原因，斗鱼应该是斗鱼的原因。屌，
屌了两秒钟吧。啊，也行，下路无了。哎呀，这个刀锋真的是没打过呀！这个剑孙河蟹没投啊，剑孙，我投了呀，我来了，能干他不？我来了，我没有留人技能啊。你往哪跑啊？可以，给我，可以。格局低了、格局一下子低了，这把就来个把主抓人流，咱就这把就不刷野了。好不出了个吸血刀带线的就抓他。听说你没有遁地术了，那你为什么还不走小老弟？24块钱拿来，我又来了。看来南刀锋主抓人也是很强的。我又来了，可以抓呀。我来了吗？我来了吗？我靠，这么凶吗？哎，又嫖了34块钱。我这一波是嫖他钱的，你以为我是干啥呢？嫖钱。我定型呢、我定可以吧兄弟们，有点意思。一卡一卡的毙了。我问一下超管什么意思到底。我直播间怎么一直在刷新？你帮忙看一下，一直黑，一直起，一个一直黑，一直起，什么情况？从不妥协。在搞破防了啊！在搞，我又来了。这把刀妹，这把刀妹被我gank吐了呀！帮你补一波线，好吧？行。人头没给你，你就拿兵线吧。哎，我要这波兵六啊！我靠，我要这波兵六啊！你吃不到呀？哎呦，你看我都没吃，看到没有？我炮车没吃啊！你别说我脏你炮车啊，炮车没吃。有人说主播一直没有卡过，可以？那不可能呀！我 iPhone 13 Pro Max 256G ETB 看起来都卡，我靠！你是什么手机？远峰蓝吗？对啊，远峰蓝呢。我这个，你这什么手机啊？看都不卡。我哎呀，剑孙，我来了，兄弟，小心后面。来了。完了。我的队友。怎么这么下饭？可以啊。哎呀，我都没有死了呀！哦呦呦，哦呦！哎呀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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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来了。哎，血量不够健康。刀妹可以搞一下吧？敢不？可不可以勾引一下？我没有技能呢，我应该会直接死。我你可能会直接死，等我。嗯。等我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我溜了，他死了。Okay, 什么意思啊，刀妹？这配合，你怎么比美团外还能送呢，刀妹？这不秀了，推了，大概这个得1200块，可以，还刷什么野？回家直接起飞。哎呦，功力圆瓜扫描，可以。能不能吃一层塔皮呢？吃一层塔皮，这把这个刀妹有点难受了呀。讲道理，剑圣这么皮吗？剑圣，我来了，我又来了。刀妹有
血，他有吸血。哎，我又来了，我来了，没办法。哎呀，果然我的血量不健康。我操，什么玩意儿？他有点秀啊。我的大又好了，我这大什么？我出啥呢？这两个出什么呢？环战大上气，四杀。你还会玩劫的呀你？玩暗星者之爪还是什么的？这个吧。在追我。我不会玩劫，我自己。刚学。这个剑圣的话，不是本地人啊，这剑圣。剑圣是个小带。咱得注意一点。默认吧。剑圣可能去拿峡谷去了。哎呦，我们这里没有硬控，很难搞啊。他他妈一刀我就死了，对吗？他一刀就一刀我就死了。你没有听错，他妈就一刀。翻墙，我来了。勾引一下。勾引，我在勾引，我先插个眼。但是没有用。好像杀他收益很低耶，怎么他死了还是起得来呀？翻墙，杀下路吧。我来了。哎，这个塔你他妈的赶紧找个班上一下这塔。那就太亏了，讲道理。老版本的刀妹我还挺喜欢玩的。我靠，这人很凶，我来了。刀妹怎么打呀？我靠，这他一套打完他就吸血回来。他可能越你塔，你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他必须越你塔的。啊、我有惩戒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靠！哎，74块钱级别。喂，怎么来了个 AD 啊？那这波线把你推了。好，推吧。这是什么牛马？老师辅助，这是辅助。行，那我还是不在线上了，我去抓人吧，在线上很难受。剑圣八级。哎，这个人不吃红呀？难道我这里有眼吗？也没眼啊。哎呀，你被包了。哎呀，他咋看到我的呀？哎，好像打不了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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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能偷一下。操，没偷到。哎，他们怎么知道我在这边呢？有点惨。你菜刀对了。有眼，没事，这种局随便赢的。不用慌，我来了。太好抓了，对面一抓一个死。这把龙没怎么控啊，这把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不是很好打，我们两个。打谁呀、啊？打剑圣呢？手打呀。我靠！太痛了，这个剑圣。不打你。剑圣太肥了。想干他。啥玩意儿，滑来滑去的，操！哎呦，他妈这滑来滑去，好烦啊！不能，兄弟们，不能一直抓人，因为你一直抓人的话，其实你的节奏会很乱。在哪里？这一把给兄弟们来一把错误的教学。不能一直抓人。他这个 Q 吸血的没办法。哎，我有几波死，太蠢了。我刷野去了，剑圣等级没有高的，这剑圣带木刃的，
木刃先生。哎，我得拉个蓝啊，这黄起不来。没事。对面有点黑。算了，杀不了。光辉也不做眼的吗？接下来我要认真了。接下来我就要。这下路都不做眼的，这咋去啊？皮。哦，他没血了。装尼玛的，搁这装的。本来都不想杀你，你搁这太膨胀了，我不打你。剑圣来了，操！你别发乱发信号呀，兄弟。我以为他在这个位置，这个。哦，他还不走。630。630钱不够。哦吼，被禁锢了。难搞，难搞。那要这么发的话，我去这往下走好了。我要杀这个剑圣呢，这剑圣打下路，单挑打不过。我来了，我也来了。他带的是从刃的，一刀的。这个是啥玩意儿？好用吗？我 Q 出来的一瞬间，他破影了。哎呦，这把打的太下饭了，这把我太下饭了，相当于。下饭。这没翻盘点了，我们没有肉啊，好痛啊！这剑圣，这把有点逆风的，这把，偷家也偷不过，能偷家吗？偷不过。我来下了。哦，上路被抓了。还有机会，别投。剑神右斩。我靠！这往我这里走呀，兄弟！小龙，小龙来了。哎，算了。哎呦！哎，你干啥呀？谁抢啥？然后我怕他把我舔了，我就死了。啥把你舔了？他都离你一丈远，他怎么舔你啊？咋了他？吓人！他舔不了你。出哪个呀？这个吗？他们活不长。出这个吗，兄弟们？公里圆弧，这是啥装备啊？不认识。我还以为他有闪呢，咱家剑魔炸了。路他到底是来玩打字游戏的吗？是来聊天同城交友啊？他们炸了，他们炸了呀！他们不是这个下路一直要说打不了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我从不妥协。我来了，干。没大招。咋不干呢？刀妹也来了。可以干呢。刀妹也来了，我留没大、哎、没大。我这打的太难了。哦、oh, ，nice！ 还是没大呀！差，以前都没大。
这个中野太肥了。嗯，中野这把有点肥，讲道理。在想买个啥？青羽黑切、哦、黑切吧。哎，还是死了可以、啊。嗯。我之前看到一个老剑圣，就是出，就是 Q 一个 Q 一个死一个，不知道是咋玩的。他就这个呀，他玩的就这个呀。哦，是吗？对呀、啊，没错、啊。看到没有？太肥了！哎呀，太肥了！对面讲道理，嗯。等我黑切，嗯。这把本来我前期节奏太好了，这把的话节奏断了好几波，没事，还有机会，不要慌。才偷了690多块钱，嗯。只有傻瓜。这刀妹都难杀是吧？这个上单也很肉，上单14级，比刀妹的等级还要高一级。嗯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我靠！还追啊！哎，行，他要这么追，哎，上路可以打。来了！你搁这干啥呢，兄弟？不越不越。800舒服。这把刀，这怎么这么难打呀？溜了。慢慢打，机会还有。对面只要给机会，失误还能打，看光辉 Q 的上吧。对面还是比较浪。对面两个大招流，搞谁？搞到妹。弄到妹。我操！啥？对面的 AD 是个什么？嗯，爆了！坏了，剑圣来了！一刀一个。Boss。一刀一个呀！十秒大。装备只有金身人多了。这两个都挺脆的，我有大感觉可以全收。中路守不住啊！我这个血量怎么守？守不住。出啥呀？出这个吧。只能打一套伤害，吸口血。谁来了？我看到旁观，我看到刀妹在。无处可藏。他伤害太高了，我还以为还能连着他 A 几下呢。他妈了个巴子！嗯，我觉得可以打大龙。啊，打小龙！哎，小龙！哎，怎么他妈的小龙有了？完了，打不过，跨抓 Q 喽，兄弟！哎，打小龙好了，这把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我在玩啥呀，我的，我都不知道要去打小龙。龙魂了他们。嗯，哎呦，是真的疼，龙魂了呀，刮你！
你怎么这么皮啊，兄弟？他们在打大龙，肯定在打。嗯。没人去啊！再打再打，不用想了，100%再打。能去不？可是你们怎么还在中路？你们怎么还在中路补刀呀？我靠！黑不溜秋的，没有胜算了。这个好肉啊，看上去。叫啥？哎呦呦呦！你能跑，我可以跑。我操！我操！哎，我被射死了。操，韩凡！你被舔死了，我被射死了。好啊！哎，这把对面怎么这么肥啊？都很肥啊！我最后一件神装了，最后一件出个啥呢？哎呦，差一点，他不 A 他一下，没重要吗？不行呢，再差最后来一件夜刃，浪，漂亮，还有机会啊，这把真有机会，说实话，我来了。靠，这人是什么做的呀？打不动了。我黑切，打得动他。皮。没死哎，刀妹居然。这把还真有机会翻盘，我说实话，他们这个阵容。不好推塔，江大力，我16级了。嗯，倒霉。圆弧帮我们卖呀，卖了又不是大胡旗差钱呢，还卖。嗯，死了他，有死亡之舞。啊，差一点。无处可藏。这把感觉机会还是有的呀，还要打不死这个刀妹，太飞了，早点有大就好了，刚刚没大。操、哦、一刀就没了，我如果能吃他一个 Q 还是有机会的，早点有大还能打。嗯，出个那个穿透吧，能守住吧，能守住的话还有机会。有点难。哎呀，惜败了呀，惜败了，惜败惜败。嗯，还不推啊？